这是我心目中的男神女神。真的假的？那你最喜欢男的？我跟你讲，我今天就是冲着他们两个来的啦。估计我今天台风天，谁要来帮你录婚全段啊？欢迎我们的大王还有许维安。我第一次，这样泡太早哎。直接下去吗？人需要含有美这个成分在，对，美其实是可以让你比较稳定的，应该是说身心的。哇塞，今天真的很开心耶！怎么办？我现在很，我想说你今天到底怎么能够太近了？太近了！我们上次也这么近不是吗？不是，可是上次没有这么啊，对，欸，我第一次看到讲话这边结结巴巴哎，可以碰一下吗？是人，那我继续讲喽。好啊，那个英文名啊，英文比较厉害，你念一下。Sharon Xu， 对 ，Sharon Xu， 十月十日，对，哦哟，哎，听不错，天蝎，哎，天蝎是比较，为什么？十一月，圣诞一，我是光棍节，光棍节，也是淘宝节，然后教育程度是真理大学，代表作是维恩的秘密花园，为代表作。所以上这边的来宾都是要这样，整个样子。对，你上觉得很尴尬，很生硬。好像在讲那个不火名簿，你知道吗？啊，配偶是王嘉尔。OK。哇哇，如果你讲出别人的名字，我也是蛮期待的。他会怎么样啊？对，还有别人吗？然后身高是161，好，会不会太 detail？ 非常 detail， 应该差不多了。好，那我直接念那个大王的大王，阿王，本名是就是王嘉良。对对。其实我没有到，就还可以，但是不知道那时候可能在拍戏的花絮，很常会讲到一些猫的东西。好，是大家就把我弄一个套一个喵两，感觉很反差嘛。生日是1987九月，哦，你是处女座，九月十一，然后代表作是全明星运动会啊，王哥大我一岁而已，真的假的？你在你们看起来蛮像熊妹。8788，我88哎。你八七对不对？八七啊！我没有那个意思，但是好像就是那个意思。我真的没有那个意思。因为通常都是比较闷骚的两个星座嘛，那你们要怎么激起那个火花？我们其实就很。我们蛮享受那种很平的，对对对对，温温的这一种生活。因为像我就是射手座，我不能接受平静，太安静，他不是。你知道我们两个在家就是安静到很像没有家里没有人。哦，你们是可以这样子的。那你们那个亲热的时候也很安静。对，你们亲热的时候你们会很安静。没有真的安静，就是很，我也不会讲，就是很就也不可能很疯狂的那种啊。对啊。那如果今天另外一半是那种很疯狂的？你还会另外一半男生很疯狂笑，就是会一直叫一直叫，男生叫很怪吧？对啊。那我会问你，有就是认真凶过吗？演戏的话会，我拍戏正常，平常我不会。嗯，他是最凶是什么样的状态？我很难呗。生气都是闷在心里面的，我会脸色会比较明显。对，其实我们都是那种，对，不讲。我们吵架其实很少，冷战战略。对，就是比较说真的有一些意见分歧的话，我们就安静，然后给彼此时间，然后再就是说，其实刚刚怎么样，我们会坐下来聊意见。那会很久，一个礼拜？不会，我们当天会解决这件事情。你们平常怎么保养皮肤的？没有特别，就是没有特别，因为我皮肤是会敏感的。保湿有做好就好。保湿真的好重要哦，要多喝水，多喝水，真的要多喝，多喝美水，其实真的要多喝，而且水要喝，然后运动，运动多喝水，运动多喝水。那平常都要在做什么？我是在月光生完，现在才开始慢慢做一些有氧。然后我最近有下台有人，你们就是可以靠墙的一些 Pilates。嗯，对，他会告诉你一些姿势，然后模仿他。因为太久没有运动了，对，因为生小孩。
对，然后就变成说，因为又剖腹，所以那伤口又不能做太剧烈，对，所以变成说要做一些比较有氧，然后比较伸展拉筋，之后再慢慢就跟他一起在做重训，因为其实做重训还是不错的。对，因为像大王应该是很忙，他很多吧，每天都，而且重训是那种很规律型的，嗯，他很自律，然后又很要求完美，习惯这样的生活，然后又细心，对。对，对他很细心。天哪，哇，那处女座跟射手座在一起应该要疯掉。哦，对啊，因为射手座不修边幅啊，然后东西很大，很大拉拉的。他每次去我家住完我家哦，我们那个房间跟战争里面没有那么，反正东一块西一块，然后那个枕头啊都包留在钢琴上。请问两位在创业的时候遇到什么瓶颈？有没有曾经感觉很顺遂？疫情的时候很可怕哎。可是疫情不是电商最好的吗？No， 我那时候不是做电商，我那时候还有开用 SPA 诊所嘛，都有啊， SPA 诊所都有。然后那时候疫情真的人没办法进去，那只能撑下去，就是你能撑多久就撑多久。但是撑到疫情过就过了，就过了，终于过了，终于终于，真的是这样，很累。那现在除了 SPA 店还有什么？那就是医美的嘛，然后还有我们电商，然后还有我们娱乐公司这样子。对，我看你不是想演戏吗？我很想啊，他们公司。啊，我可以吗？我要去面试，我要干嘛？要穿什么？穿比基尼？他的室友是说来去台湾，你知道吗？或者八点档，八点档，我没看懂，因为他还就认定哎，认定，毛利公话嘛，来台语，我来台语。你会讲台语？你真的会讲台语？我是嘉义人，那可以啊，我嘉义人，但就不能做指甲那些的喽。哦，然后就你知道妆要淡，对，因为他妆都偏浓。在家吗？不然去别人家看电视。对啊，不然呢？这有这个研究的剧情拍摄啊，我们就是要研究这些事情。哦，因为他们也是演员，所以要研究。那你们喜欢角色吗？录音啊，喜欢啊，没有不喜欢，只是因为我们他比较少户外，我是很喜欢户外。你看起来超户外啊！你看起来就是跟他就是住在森林里。可是我渐渐有把他带去户外，因为自从带他去马尔地夫之后，他觉得哦，原来真的户外这么漂亮，因为他怕晒太阳。户外啊，看起来阳光男孩耶，阳光好热哦，他很怕热，很黏啊，身上很黏，我就说啊，不行。哇，哎，我吓到哎，看不出来，现在看超级，你看他在全明星，他就一直在动啊，户外比赛。对啊，感觉很阳光，那对他来讲是极限。Oh my god， 极限，完全大吓到哎。对啊。有哎，你吓到妆都快要掉了。他很像泰山那种，或者是那种潜水教练，或者是冲浪型的那种。很喜欢去户外运动的。我反而都喜欢室内健身房啊，这样子。可是打电动吗？没有，他也不打。在哪？打手有吗？他刚不是都不太打吗？那最有自信的部位是哪里？对啊，知道没？就上面写的。眼睛好，眼睛可以。伟人，那除了脸以外？小孩会希望他几岁交男朋友？
我觉得谈恋爱，你说那种初恋，简单的初恋可以，可是我也跟他讲说，你多看看，反正就如果交了没关系，但是初恋，我懂那个初恋，我以前都有初恋，对，但是我觉得就是交男朋友这件事情就多看，可是你说，我觉得真正谈恋爱那种，说已经会有性行为这种，我会教他，老实讲，会有教他这个知识，就是会教育他，真的还是要18岁以后，因为这个都是一个责任，对，你是一个责任，你不是说随便就可以，对啊。哎，那维恩姐算很开放，因为她说她可以多试，就说她一次可以试10个都没有关系。怎么会告诉她该有的责任就是说你自己要担当啊。你交两个，你要如果你真的事情，你就要去解决，就不要被发现。对，就你自己要去解决，不要被发现啊，或者是说你应该要怎么做？那万一有一个状况是，因为现在都很开放，万一他出轨，对，我也在想出轨，就是他喜欢女生，我觉得是可以的啊，就是我可以接受的。那如果他喜欢就是玉林哥，爷孙恋你可以接受？爷孙恋，这我真的不能去，没碰到很难想。对啊，这真的很难。好，那我想问最后就是你们两个人会有什么规划？因为看到你们有在拍 YT， 对，现在开始慢慢在走 YT 了，对，一直有在慢慢经营，大概但是都是很简单的，有关于小朋友的啊，或者你们两个，或者是谁来家里。那你方便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你们的频道吗？哦，我们的频道叫做维恩跟王家良的王室生活，王室生活。那接下来我们要玩游戏哦，如果赢的话，你就可以认真宣传所有的东西。所以没有赢就不能认识，对不对？要讲的其实不是，我刚随便讲啊，没，我没有随便，但是你随便讲，我刚随便聊啊。好，对，好，我们现在进入游戏环节。好，我们第一题的题目是王家良最喜欢的健身 pose， 来，3、2、1。再一个我们今天要拍海报，我会比出什么姿势？3、2、1。